3.05，应该是 OK 的。红灯在闪。嗯。好了，来去坐了，是。好。雪好大、啊。又是粉雪体验的。哦，是吗？对啊，我们经过一个早上的信息回复，现在就是。哦，那你也帮我拉一下好了，因为这样好像很难弄。嗯、你好了吗？但是也不要太短，只是现在有点长，短一点点就好了。就这么短，这样子拉一点点而已。呵呵，你还不够紧哎。不是，你帮我把它勾到我的背后，我觉得它没有在我的背后。不是，它没有在我的背后。对对对对对，重点是要到我的背后去，这样太紧，很不舒服。你要说吗？我有胸部好吗？嗯，然后就很累，很太累了。不是，我需要你帮我弄的是，把它弄好。那是没办法、啊，因为它等一下。啊，你帮我把它绑起来，帮我把它中间绳子绑起来不就好了？它没有中间绳子啊。怎么会？没有、啊。你说拉绳吗？可以吗？拉绳没办法绑。哎、欸，好，算算算，万一我带往前扑，也会把面包弄掉。我帮你扣在这兒，好大的鞋，大到不行。那不要回来。对啊，滑一滑，我们这里都很熟啦，练习一些基本功啊。有个大片的，你说掉下来的大片哦？对啊，你们看很大一片，很大一团呢，很可爱。这是比较黏的鞋吗？脚都坐麻了哎、欸，我脚现在是大，啊、我大拇指、食指是麻的哎、欸。隔壁的人他
我们刚就是很两只雪猴在栏杆上，你有看到吗？小小的，很可爱。看我看到背面，柱子，它好像在柱子上还是什么上？没有，栏杆上。对啊，有啊，再去烧。然后大家就在烧洞，要不要看一下？然后，他就说，哦，他们今天在这个一路上也是有看到有一群二代或者几只。在哪？就在刚的附近。哦。然后他就说，他们今天的行程是去雪猴公园。我就说那有没有很多泡在温泉里，他就说 couple 啊什么 a couple 只有两只 a couple 不是 couple 是一对的意思，是说一些些而已。我以为你说 a couple a couple couple 所以他们就休息滑雪休息一下。他们也是，他说今天他们第四天，然后他们也是这样的。我们前一站，但是你也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巴士位竞争对手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左边比较平，左边比较可以到，所以我选左边。好，因为现在又在下大雪了。哎，你不是说要清镜头，对吗？来，我有布，我有手套，你上面都变成水嘞，你上面有很多水，好了，擦干了，没了，上面不用管，上面化成水。哦、oh, ，no。上面真的不用管，再按啊，按啊，那我这样有弄到吗？没有，它还在这里，你只要抹一下镜头就好了啦。好啦，还是怕坏掉。5:12，啰嗦。哦，这样子有点湿哎，衣服有点湿哎。你是说会湿掉的那种吗？对，因为我们的衣服刚在公车里烤过，太热，糟糕。我现在衣服有点湿，你背后湿的。刚刚那个，那你可以帮我拍一下吗？你有跟后面吗？不会，可以帮我拍一下吗？有湿吗？什么都没有，真的。好。也有一点湿。怎么有一点湿啊？一直变。就是湿啊。这样要滑这边吗？要滑这里。自由滑。这会很可怕吗？啊？这会很可怕吗？昨天回家的路也是很滑。Thank you.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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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内角可以抬起来，是真正几乎要可以抬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几乎只用单脚在跑，几乎。所以就是练习调整重心，就是左脚，我知道我有踩，但是能不能踩得更多，能不能踩到？但是我觉得啊，我会有点踩，会踩，会这样踩。比如说踩左脚，我会这样，我还是会这样，虽然我很慢。你一定要头顶。头顶往踩的那一边，我还会往反方向。你就头顶往，你有闲暇的话就练这个，头故意往转那边。ありがとう。哪里要转哪边？这边哦。哦。清理水珠，今天每次都要这样搞，因为一定是水珠，你只要碰镜头那一块就好，其他地方根本积不了血，因为今天温度好像有点太高了，都只会变成水而已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。水珠要到处摸摸，把你的肝留着擦下一次，不要太早用到全湿。我还有卫生纸啊。嗯，好了吗？可以走了，但是要等吗？不用，根本不知道他上来没。他在我们后面两个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刚刚没有看到哎。我不知道，我是不知道他在我们后面。还是没有？我没有看到啊。
我就没有看到啊。我也很想清我的面镜啊，我面镜都是水，我看不清楚路哎。我用手指一推掉，都不见了。啊？他刚明明就进闸门了，却不见了。我没有看到哎。对啊，不见了。因为他滑另外一边，不知道，那继续滑吧。那你看我这样对不对？要踩右边吧。冲过来怎么那么快啊？好，你一边坐啊，一边坐到之后，一边要感觉速度，听那个声音，超过一定的声音的话，你就要继续回山。怎么了？不是啊，怎么刚刚那么晚才上来？你刚有没有看错他？滑不到啊，太早太晚了，太晚冲了。
背面那个雪场，他有真正的练 S。哦，他在真正，他也在练习。然后现在这个就完全不是，这个就是左闪右闪。你要给他功课啊？我没办法。就告诉你，给我认真的练 S。这里真的可以练习的。这有点太难。还好，还好，四种。他回到我的面罩上了，直接滑掉。你说面罩啊？面罩就用手套推啊。是的，面罩不是眼镜。眼镜？眼镜。眼镜。不是我的发抖。面罩。面罩我看。它粘在我的面罩上了。是啊，都是啊。几趟了，没有上面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我擦错别，我擦成那个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我不管了，我要擦我的面具。你要帮我先刮一次神吗？是有那个擦壁。好了，可以。就这样，不要再摸了。其实你身上的也是变成水的那种。我们身体太热吗？嗯，不知道。你也是啊。好，不然你不要管那样子，你就管控制速度。嗯。中等快哦，不能太慢，也不准太快。好。不准太慢，也不准太快。没有声音，可以趁现在练习很好啊。啊，那雪真的有点跳啊，一点点而已。你只要注意速度，不要管那个跳。哼，你要偷偷往山倒的，有一两下是这样，其他都还 OK。太快的时候吗？应该是跳一下的时候吧。跳了一下的时候就会怕、啊。对啊。
得他讲的话我听不懂。我要去看影片，然后时间怎么跟我们都会错开了很久，他跑得比较慢，对啊，现在比我慢了吗？应该不可能吧，我还是最慢的。这我还十分就要准备回去的路了。我也是啊。你要回去的路？我现在几分？现在大概三十几吧。再滑个两次。来金水珠。坐缆车，不然我很想把它跪在后面。来，速度练习，不准太快，也不准太慢。不准太快，不准太慢，这有点难。风的声音要一直一样多。下面吧，不然我在看哪里。
子有问题耶、欸。哈，他说我就要上蜡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用你的速度，我试着跟跟看。那我的，好了 ，OK。那我的速度，你速度对我还快哈。帮我把它往背后拉好吗？没办法，拉一下又回来一下，拉一下又回来一下。就是尽量帮我拉到背后。
没有，因为你没有一个固定的点，你知道吗？把我拉飞，对对对，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我自己撑住，我自己撑住。你要手臂撑住。好好好，好，那我跟你好了。不要，你不是说换我跟？我尽量。坚持着往下，然后定下一个速度。好、啊。我们要坐5:57去找他吗？都可以，等一下回去再约。好，回去再约。好。OK。好啦，赶快休息。快，刚刚又大打滚了。我听不到了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拜拜。Thank you.
下马上可以换啊，等一下清水珠换背后好不好？好啊。就这种波你看都可以把它变成小转。你在练小转吗？我没有啊，我是说你看你有在练小的小转。有但是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就是把大弯的那踩的那只脚力道越踩越重，就变成小转。小到说你觉得你要转重还是轻？越重。对啊，那要重，然后又说小到。没有，小的时候你觉得很重，重的时候你就很轻。他走错方向，叫他回去，叫他回去，然后他马上就摔倒了。劝他不要想错了。那你这里也要冲啊！你自己看这边，那一转就要冲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反正我很讨厌走路，请告诉我。然后还有我的，很不好，我真的觉得我的很不好。你的挂面太多是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说我要买，但是买东西我不买。那个什么什么快速大，现在可能在打。对啊，那你叫我去买。我叫我快速大，我好像有写，只是看到人家在涂，我觉得好方便哦，自己抹两下就好了。我也要。下雨就要吸管了。哎，你多久都吸管就好了。你背后啊。好。那背后比较舒服。好了。哎，不对，那等一下还要做一次。我知道，那我在弄。好好。在弄。好。或是我坐前一点行吗？就不要压背后。看看你咯。哦，这样很不舒服，这样很不舒服。这样会太冷，二十五。好。其实这次你的上面没有什么水。你的好像也没有。对啊，这次好像雪变小了，你看，也变比较轻了。这里滑过去，这孩子了。一半要冲，会不会有人在挡我前面？不会的，不会。你看他们都要冲。好。刚那不会很痛，因为气太大了。
要先抓着妈妈下去再拿。不用不用，快要下车前我就在飞机了，知道吗？就不滑了吗？就要坐一次还是坐两次？要坐也不，要坐也不坐这个，不坐这个，要坐也是坐。我们西馆旁边的呢？对啊，走。我们西馆旁边的呢？我们现在就坐就是那个。西馆。对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每次要去坐西馆旁边那个，不是都往下滑个斜坡吗？那就是我们不愿意走回去的那个斜坡。想起来了吗？我们在那里门口穿好鞋，是不是往下滑到缆车门口？很小的坡，完全忘光了。傻了，谁叫失忆症呀？傻了。啊？哪里啊？有啊，哪里有？哪里有？就是啊，所以这同一条缆车啊。那都没有别的了。他刚只写四点，是不是？只要写四点。那也没别的啦。嗯。对啊，啊，除非你滑回来，然后有人还在坐上去，你想再滑你就坐上。休息了啦。对啊。可以吗 ？OK 啊。满意了吗 ？OK 啊。看你滑的满意了没？有，今天有做一些学练习，但是我知道。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就知道，所以我才叫你录一段 Insta 来看一下自己的动作。那你又觉得 Insta 看不出来？对，我刚看了就觉得啥，我是滑这样，完全不跟我想象不一样。不过也就算了。猴子今天看到三只。第一次跟第二次。所以桑巴雷就是猴子生产地嘛，真多耶。因为不知道，但是那里适合他们住，毕竟他们整群的。我是好奇他们野生住在哪里。对啊，昨天我们在想这个问题。嗯，又有脚印了。哦，咚咚咚，不会住在下面的洞里吧？那不是洞吧？又还有，然后就没了。有，然后就看不是很到了。在这，就在这，在这，两个，走，没了，又走到那边去了。到底是什么？好想知道他们是什么在走哦。好，你看又出现了。什么啊？我看这种光线，哦，眼睛比较 OK。对啊，现在天已经暗了啦。那这样明天到底我要做什么呢？明天雪稍微大一点。以练习的波度来讲，我们可以去。我是这里滑，我是很想滑那个高的，滑滑看，看我自己能不能一次滑下来，就是脚力够不够，就是一次就不停这样滑下来。那你就看看喽。我刚刚好像在哪里，就滴度到满，但是你没换哦，就不用换了。啊，这里已经满了、哦，应该是满了吧？没在录了，那我的嘞？你的还在录啊？你的一二发很多了吧？我就想省着要。走，我不走哪去？湿了。哦，对吼，好了，边休息了，太湿了。今天真的有点湿。还要给我跑进去，可以。好啊，下去就休息了。好，然后回去才看一下是什么。那他不就拿回报讲中国餐厅？那就中国料理啊。啊？就中国料理啊。哦。因为他不住那，我们就也不会想要去那吃吧，对吗？你要懂。他不住那，我们会想要去那吃吗？还是啊，我查到的就是要去一直来吃啊。哦。对啊。好。就只有那里选择多样化。那你今天也会急着6:42要回来？不是
啊，你要不要？真的是时候吃很赶。我今天不累了。我们不过我没什么事情要做。我今天来也。电动不用打了吗？电动没打过。然后昨天。忘记。没有关系。Thank you.
的超好，就滑下去了。那是不是我们不愿意走上来，就会追到？对啊，同一段，所以是同一个人。没有，你就突然在想说，我们不愿意走。没有，只是搞不清楚我们的缆车就是这一个，刚好同一个。今天滑算比较少，因为今天交通时间花两小时。不知道，我还没关耶。